cosplay 这极致，侏罗纪帝王暴龙，就行了，就行了。No， No， 等，谁？换场，换场。失败啊，抱歉。哎，你在那里扮的好像哦，很像哦，好像哦。来，姐姐姐，我们定金现场啊，上班啊，上班啊。你是不是看无？你是不是看无？这是伊啊，嘿，好。这，嘿，这，这，好，你看。啊，你也在夹饼干呢。哎，你要啉茶无？哎，堵了！咕咕咕噜咕噜！好，改改。好，安内在进现场了呗？哦，来进现场。没差哈。好，来我保你。哇！来进现场。好。来，准备，五、四、三、二、一。欢迎收听二八电台，大家好，我是爱吃鸡的凯乐，我是阿宅的这小勇。巴布特听众，请收听二八点二八，中部的朋友请转到二八点二八，南部家里代表嘛是二八点二八。不管是你是龟山岛，还是社子岛、绿岛、冰岛，还是垦丁岛，都请你转到二八点二八。然后，礼拜电台播出至今哈，获得听众朋友足广大的回响啦。所以今仔日呢，我特别加码做了足精彩的整理报道，要报给你听哦。无问题，大家来听准时哦，听认真哦。哦，首先呢，我要甲您播报的是哈，你是啊第一个，一见你就笑，超萌宝贝啦。就是一只 baby， 足可爱的，很可爱的意思。我们夏天，萌到全世界的人都融化，胖胖练加肉看起来很困惑的神情，他就是号称全球最吸睛的金童英国乔治小王子。虽然即将满两岁，但乔治小王子已经有不少死忠的粉丝。当他一现身，立刻引起欢呼。他的吸睛程度，就连英国女王生日月饼都把寿星的风采抢走。Here we go. There he is. His first appearance on the palace balcony that he's going to know so well. Shortly before his second birthday, there is Prince George. And what we see there is, it is a historic moment, genuinely historic moment here. It's the first time we've seen four generations of the royal family. 连五月刚出生的妹妹受洗仪式，都有民众在教堂外扎营守候，就是为了看乔治小王子一面。啊，那过来，过来。
除了乔治小王子，还有哪些可爱的宝贝？超萌的表情会让人一看就想微笑呢。英国足球金童贝克汉的女儿哈珀刚满4岁，为了替宝贝女儿庆生，贝克汉在网络上分享与哈珀的合照，疼爱之情溢于言表。在佩克汉和维多利亚的期盼下诞生，上面还有3个帅哥哥。哈珀从小婴儿就是镁光灯的焦点，很会面对镜头的他，总是让大家看见最可爱的一面。乔治小王子和哈珀，台湾也有超疗愈的小朋友，那就是双胞胎小猪肖央。因为有个知名插画家舅舅马来莫喜欢分享弟弟小猪不需要理由就能哭，姐姐肖央却是一脸淡定的照片而爆红。请问你在骑什么车？车子。什么样的车子？摩托车哦。你要骑去哪里啊？骑去高岛。高岛屋做什么？买东西。买什么样的东西？买牛奶。牛奶，还有呢？还有鸡蛋。鸡蛋，还有呢？还有大鲨鱼。大鲨鱼。鲨鱼还是？大鲨鱼可以吃的吗？吃可以吃。真的吗？它味道好吗？好。你吃过？而小猪小羊不只在台湾被称作是网络上最红的双胞胎姐弟，现在也红到韩国了。原来是小猪被许多人发现和韩团 SO 的伯贤长得超像，无论是嘟嘴、发呆、卖萌，就连小时候的相似度也接近100%。真的好哭吗？你的额头怎么了？发抖一下。真的吗？弟弟，我问你哦，姐姐她的额头怎么了？发抖。是吗？不是。姐姐额头怎么了？发抖。因为许多网友热心帮小猪和伯贤合图，也让伯贤知道了台湾有这对可爱的双胞胎，甚至还被发现曾经对照片点过赞。不过像 SO 成员的小孩不只有小猪，韩国的超萌 baby 泰晤也被说长得很像泰，让知名度水涨船高。一张，弟弟才白先好说。泰晤的爸爸是韩国男演员 Ricky， 虽然才1岁多，但因为很爱吃，不止力大无穷，还是个只要有的吃什么都好的小孩。미안해이제진짜울타입이야자미안해도하나둘셋다맞고다미안내손한번에안돼저팔단다하나둘셋끝아또피나아유잘했어요오늘예방접종내손한번팬분泰晤一样能让吃转移注意力的，还有另一个网络小宝贝安德利。安德利是曾和王心凌拍摄 MV 的台发混血小帅哥亚历山大的弟弟。妈妈时常捕捉到他在哪里都可以睡觉和吃东西的模样，超可爱的表情具有疗愈的效果。
亲我？弟弟也要。啊，你不喜欢？没有，因为太冰了。看完这几位可爱到让人忍不住微笑的小宝贝，是不是让你感觉到疗愈，心情都跟着放松起来呢？而小宝贝们长大后又会是什么类型的帅哥美女？一起来期待吧！你跳舞打一门，我跟你讲啊，我去罗比达的，罗比达，其实我嘛是去罗比达，我只会这一个罗比达，厉害厉害。专辑里底你有啥物要推荐粉丝朋友一定要先听的无？有，里面有没有哪一首一定要听的？对，表哥，你好棒啊！对啊，其实我一直听懂啊，是威廉你唠叨在旁边还听哦，对对。哇，小朋友真够水呢！对啊，小朋友真的很可爱。我每次看到小孩啊，是宠物啊，狗狗、猫咪，我拢会融化的感觉。对，只要不管什么事情变小啊，它都很可爱。对啊，我蛮爱感觉。真的哈。对啊。连恐龙小时候都很可爱。你讲啥？恐龙小时候都很可爱。啊，你为什么今天要扮恐龙？因为现在侏罗纪不是很红吗？好。对啊，所以我就扮恐龙啊，吓吓大家。哎，你恐龙在吹口哨。哈哈哈哈哈！哎呀，牙掉了。好，那刷下来嘞，不止恐龙夯，韩剧嘛真夯，而且台湾的偶像剧嘛是很红的。真的，还有台湾这个偶像剧是相当有好的成绩啊。对啊。它也是变得就让那个韩国人翻拍啊。对啊。昂到黑海外拢重新翻拍呢。对啊。这样搞。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帕拉马第几本》，我可能不会爱你，台韩比较。夏天。2011年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在台湾创下收视佳绩，不止剧情引发共鸣，更一举获得七座金钟奖肯定，包括全剧灵魂人物魅力横扫全台的大人哥陈柏霖，以及演技深刻自然的林依晨，两人一起抱回男女主角大奖。时隔4年，韩国电视台买下版权，将人气女星何志远和暖男李珍旭搭档翻拍成韩剧《爱你的时间》。从公布演员人选到正式上档，都是粉丝关注焦点。大家都很好奇，韩版又清姐和大人哥之间的火花能否像台版一样动人？我可能不会爱你在卡斯敲定之后便引起热烈讨论，由于台版林依晨和陈柏霖在剧中形象太深植人心，不少粉丝担心韩版难以超越，还有人认为何志远实际年龄已36岁，不算轻熟女，恐怕无法精准诠释出女性刚迈入30岁的初老彷徨心境。尽管各方意见分歧，但也证明外界对这部戏保持高度期待。可惜播出后在韩国收视不如预期，有网友表示剧情并未紧扣出老的核心主题，连剧中的重要信物防头饰都被随意改成植入的商品，让人相当失望。아이크림사왔구나땡큐땡큐땡큐돈좀썼겠는데다음번엔꼭좋은남자만나라其实翻拍剧在角色背景的设定依照民情适度修改本来无可厚非，只是改编若没有抓到精髓，就难免令人格外怀念原版的精彩。不过韩版的《我可能不会爱你》也并非一无是处，选角方面被网友大大夸赞的一点便是在剧中对何志远献殷勤的小鲜肉，找来韩团 INFINITY 成员 L 饰演，电力十足的他不但让何志远怦然心动，想必也迷倒一票姐姐啦。팀장님
진짜 보면 볼수록 멋지신 것 같아요. 저 완전 반할 것 같아요. 자, 뿅. 오케이. 韩剧频频翻拍日剧，无奈收视率总是差强人意。2014年起，韩国转而向台湾偶像剧取经，第一部瞄准的作品便是曾在台湾热播的《拜权女王》。当年由杨锦华和阮经天携手共谱姐弟恋，带动现代未婚亲熟女的拜权流行话题而红极一时。到了韩国，则更名为《魔女的恋爱》，由女星严正花和金秀贤师弟朴瑞俊分别饰演强势女记者和打工达人。韩版的故事架构和《拜权女王》相去不远，但台版姐弟恋女大男小差8岁，韩版却将差距拉大为14岁，而女主角严正花实际年龄比朴瑞俊大了19岁，因此被吐槽根本就是母子恋。14살자금치나랑14살차이야왜이래요너몇살이야25이요왜요姑且不论魔女的恋爱，男女主角的年龄设定是否挑战了观众对于姐弟恋可以接受的底线，至少在剧情忠于原著的基础上所拍出来的作品，倒也维持一定水准，在韩国有线频道播出时还创下不错的收视率。而要说改编台剧至今最成功的一部，就属《命中注定我爱你了》。当年台版由阮经天和陈乔恩主演，描述平凡便利贴女孩和高富帅小开的爱情故事。2008年缔造偶像剧最高收视纪录，直到今天都未被打破。2014年 NBC 电视台购买版权，翻拍为同名韩剧，找来张赫和张娜拉合演。两人10多年前曾合作《开朗少女成功记》，默契不在话下。主要是角色塑造和原本形象相当契合。张娜拉演活办公室里毫不起眼、被人呼来唤去的打杂小妹，张赫则将台版阮经天饰演的幼稚社长个性放大。霸气又搞笑的表现，让人眼睛为之一亮。머리가작고조명이뜨거워져절대로당황하지말고마치여기가자신의집인것처럼아주자연스럽고거침없이거침없이3대째내려오는장인의손길에상한머릿결목은끝까지전달하겠다는의지력으로이건꼼꼼해야돼진짜꼼꼼해야돼 마지막으로일단샴푸가주는만족스러운사용감에아주큰웃음을터뜨리며 나도모르게나오는말而命中最经典的那场上错床的乌龙床戏也是一大看点，韩版的处理方式在原版的风格之外还加入新的特色，令不少网友大赞有创意。这是属于双斗文型哦，双斗 S 特质，对 S 那就是代表什么？基本上它是多才多艺，然后非常那老师你真的很准我突然间真的很准，就是在才艺上面可以多多栽培。那我们一直贴心的情人就是不是很专一，比较花心吗？他会不好意思拒绝啊。老师你讲得好准吗？而命中最经典的那场上错床的乌龙床戏也是一大看点，韩版的处理方式在原版的风格之外还加入新的特色，令不少网友大赞有创意。
언제 왔어? 같이 왔잖아요. 같이 왔어? 上做了不少跟凳，没看过台版的人无从比较，就当一部新剧看，感觉轻松诙谐，引人入胜。看过台版的也觉得改得合理不突兀，别有一番趣味，难怪在韩国收视节节高升。而韩剧这股向外取经的风潮似乎越吹越旺。日前根据韩国媒体报道，红遍两岸三地的宫廷穿越剧《步步惊心》被《没关系是爱情啊》的韩国导演金奎泰相中，打算改编成韩版。外界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到底会由谁来诠释韩版四爷呢？长腿欧巴赵寅成，古装扮相引起逼人，是目前呼声最高的四爷人选，而且他和导演接连合作两部戏，出现的几率不大。至于女主角，网友则力推外形甜美的野蛮王妃尹恩惠演若曦，尤其两人早在12年前就曾在韩剧中同台，如果这次真的敲定两人演出，也算再续前缘了。那可能不会，阿丽真的是拜堂不远哈。真的啊，你看像大人哥哦，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大人哥。对哦，我们一起看到那重播，阿贤停下来。嗯，你还是会停下来看的。对，我刚刚在台版跟韩版各有特色。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支持的风格，不太一样。今天呢，除了有这个很精彩的整理报道之外呢，还有几位大来宾要来到我们的现场哦。真的，他伴随着我们很多的时光。嘿，他是在流行音乐的辉煌的90年代，我们应该拢袂袂记啦。是的，一个天王巨星，嘿，有一首歌《忘了时间的钟》，忘了时间的钟，也打响了伊在台湾唱片市场的知名度。基本上我的哥哥跟他有点小熟、小认识，他人非常的好，每次那个棒棒糖啊，去香港他的话，他都一定会请他们吃饭。真的耶！那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棒棒糖很穷，他就一不断的请我们吃饭，把我们喂得很饱。人家好，人真的很好。所以你知道他是谁了吗？欢迎进那里二八电台来宾古巨基。古巨基，天王古巨基，金凯哥。欢迎。好久不见，金凯哥。哇！你要剪这个指甲，剪指甲。你刚刚是想要跟人家拥抱，是不是？好的，我也想。带了一些小礼物哦，小礼物。首先，我刚刚出了专辑哦，恭喜恭喜我们。然后这个就是我在香港开的这个蛋糕甜品店里面的 cookies。OK， cool。你最喜欢了，金凯乐，打开看一下。就碎了呢。对，好。包装很精美，真的，试试看吗？试看看。OK， 就喝巧克力。你认为你这个指头能拿吗？你也算吗？可以。你夹着手吗？嗯。好夹吗？试试看这个奶油的。嗯。我最喜欢奶油。嗯。很扎实的一种概念。就说啊，这奶油会就胖就胖的。你也在来一块，好。好。是。好，今天非常欢迎古巨基来到我们的现场。对，唔单带了伊，我是古巨基啊，也是。你认同台语哦？你听有台语无？听得懂那个台湾话吗？听无。我跟你讲啊，我去罗比达的，罗比达，其实我蛮喜欢，我只会这一句罗比达，厉害厉害，安尼就厉害，而且呢，不但带了好食饼干，还带了新专辑，暌违了2年多，对啊，才发达，没有，有4年了，有4年了，专辑做了2年多，哦。你有今天这曲风，你有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是是你家乡，这个我们我们太太，太太，对，
对，去年成家了。是。在拉斯维加斯结婚。结婚。啊，那个在那边注册。相信。然后在里面有一些歌，算是我现在踏入新的这个人生阶段的一种心情吧。啊，专辑来第六五，下面被推荐粉丝朋友一定要先听的不？有，里面有没有哪一首歌一定要听的？对，对，你好棒哦！对啊，其实我一直听懂啊，是威廉你唠叨在旁边还在重复。哦，对对对，不好意思，我怕你太久没有过来台湾，你关心我，关心你，谢谢。一天五。那刚刚问的是好梗啊，那刚刚问的是就是到几首推荐呢？那个主打歌叫做《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诚恳、很感动的感觉。就是是给恁某的呀，你老婆的，老婆对吗？要讲出来就太肉麻，所以我不选择用唱的。那歌词的歌词里面的意思大概是讲些什么样的意思？那歌词有几句我觉得挺写实的，就是我没有做。万人迷的总统，我也不是什么超人，可是我有你，我遇到你就是最伟大的成功。哇，就是一些很诚恳的一些心情。嗯，对对对，就是一种就浪漫，哎，不过是讲真的，对，很甜蜜啦，哦，是不是？对，而且呢，顾主席今天你好。带了这个烂的新专辑来到家，烂我们啊，而且呢，也新婚神火加幸福，对对，幸福。所以呢，我们来请几个老师来看一下的感情状况，一起下面种的情人哦，哪一种的情人？有一个老师，哎，欢迎屁文专家 B 老师。讲起来怎么像屁文专家？啊，老师好，老师你好。老师，你给大家讲解什么是屁纹？皮纹，皮纹，皮纹不是屁纹，手指上面的纹型是，对，然后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几世人都是长这样，几世人都没改变的，是。而且听讲老师也在十秒就在看清几个人，十秒就可以看清一个人，对，就是只要手伸出来，然后透过。指纹辨识器，或是我们透过现场这样来看都可以。那鸡仔哥觉得你相信的吗？可以用这个放大镜来看一下，指纹可以看出你的个性。你像你觉得？可是我知道我的个性哦。对，他可以再那这样，他你就会了解说，哎，这样准确不准确这样子，或者是他可以找到，也许你可能潜在自己没有很了解那个对我的了解对不对？对，类似像星座啦，或是像很多东西可以更了解自己。是。从大拇指，然后我们可以分成五种特质啊。第一种就是圆圈圈的特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板子上面，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的手指上面有圆圈圈的状态，基本上它就是这个。属于这个纹型是，对。第二个，它就是像一个流水一样，有个开口，嗯，对。然后不是圆圈圈，它是有一个开口的形状，嗯。所以像那个凯乐主持人，两位主持人几乎都是这个。啊，我是第二种啊，哎，第二种，对。啊，我给你带来宾是多。对啊，你看一下，你帮我看一下，因为我还是老花子，还是我那个纹比较。不明显，不会很清楚哦。都几张？古巨基是属于双斗纹型的，哦，双斗 S 特质的，对 S。那这是代表什么呢？基本上他是多才多艺，然后非常喜欢学习。哦，真的吗？对，因为这种特质他是属于活到老学到老。然后老师你，看起来都没有变，永远都那么年轻。我有变了，有时候小变。有时候大的变的，对，有点大变哦。那顺畅吗？顺畅吗？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变化上面是。你们说到哪里了？老师，你真的
很准。我突然觉得真的很准，肯定。就是在才艺上面可以多多栽培，很努力跟很勤劳。对对对，哇塞！他不会排斥学任何东西，不会，不会排斥接触新的东西。老师，啊，老师，你在看我们术语哪一种惊人吗？情人，情人，情人，像威廉嘛，对不对？威廉如果中指，威廉的手，大拇指，为什么？大拇指，大拇指 ，OK。好，然后右手，右手，对。都几重，都几重。好，基本上威廉他就是属于我们第二种，就是基本特质，那是属于贴心型的情人。真的，老师。那贴心情人。贴心情的情人呢，基本上是属于会宠情人的，啊，对，类似这样子特质，是是是，对。阿婉呢？好，我们看一下，好，这一只，好，那爱吃的情人，美食主义的情人哈，就是在美食上会很喜欢有研究，对啊。那他这样是属于哪一种个性？他属于内敛型的，就是专一型的专一情人，就是他一旦爱上之后会比较难改变。真的假的？那我们一直贴心的情人就是不是很专一？对，比较花心吗？他会不好意思拒绝。啊，老师，你讲的好准啊！我跟老师仿真呢，那老师打了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刚刚有看过哦，古巨基的指纹是属于优质情人型的。哦，啊，怎么说？就是老师真的很准啊！我刚刚才见你，你这么了解我。他就是在生活当中会带点乐趣给另外一半，那但是他在专一度上面又非常的好。有吗？我难以拒绝老师的评价，真的，我觉得很准。对，我们平常私底下看到鸡仔哥也是这样的，他平常很幽默，你知道，我们在吃饭当中，然后但是他又对他的老婆怎么又都很好。怎么了？怎么？你说？没有没有，都很好，真的，老师真的看得出来。那如果比如说在我们个性上有哪些缺点，比如像我。比方说像威廉，我刚刚有提，他会比较不好意思拒绝，所以有时候会变成累积太多，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要求，那到最后就会一次爆发这样。那太威廉，意思就是全部一次大家都好好好好好，这么滑心呢？不是啦，是大家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就是要。那你现在有拍拖吗？现在没有拍拖，是吗？没有人问我要不要啊？没有人拍拖你啊？没有拍。你下面啊？也没有，不是没有拍拖就没有被拍到。来宾呢？来宾古巨基先生吗？对 ，OK， 就是我刚刚有谈到他是多才多艺型的，对对，所以这个刚前面有讲有点林大人特质吧，就是什么林大人，就是一种无怨无悔的付出，对，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在他的身边，不计较有没有回报，哎，哇，我真的这么伟大？哦，原来我里面是这样的，对，有这样子的特质啊，这个方面我本来真的不了解。还好老师告诉了我。我拢了解家己是虾米种的情人呢，所以我们谢谢老师哦，谢谢老师。好，又到了空中最火红的口音时间，我们来接听第一通的口音。口音哦，口音。Hello， 你好。哎。喂，你好，嗨。你好。我很丢古巨基。你好，什么名字呢？要不要跟古巨基打一下招呼啊？我是阿宝的哥哥，叫宝哥。宝哥你好。宝哥有什么问题要跟古巨基讲吗？其实因为你知道，身为男生就会听一些男生的情歌嘛，然后像蔡依晨的歌都很好听啊。谢谢。啊，好想好想啊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好久没有看他上台湾的节目了，可不可以清唱桥段在空中给我们听的感觉？他希望古巨基唱一些清唱一些你的歌曲，然后让他听到，可以吗？你要哪一首歌？就主打歌，主打歌，新歌，嗯，给老婆的歌。哇 ，so sweet， 肉麻，肉麻。啊，我来唱，准备。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儿时做的梦。
褪色模糊，我不孤独，在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啊，好听，好甜蜜哦！今天不好听，宝哥，你安尼你有欢喜吧？超开心，太好听了。啊，你最好要甲古巨基加油，讲什么话、啊？嘿，古巨基好，真的 好，加油，我们都支持你。哦，谢谢，多谢宝哥，谢谢你支持，宝哥。多谢宝哥，阿妹挂电话啊。好，拜拜，拜拜。好，我们来接听第二通，听众朋友。喂，高高鸡，高高鸡，高高高高，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林森北娜娜。啊，林森北娜娜，你好 ，Hello， 这么特别，娜娜你好，娜娜那边，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看起来都没有变，永远都那么年轻？我有变了，有时候小的变。有时候，有时候大的变的，大变，对，因为大变哦。那舒畅吗？顺畅吗？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变化上面。是，你们说到哪里了？我们讲的是通畅的上面，说话对，就是有，其实这个这些年下来有点变化了，变成熟了。就是你自己觉得哪这个个性还是外在哪边？个性还有外形各方面。以前现在看回以前的那种music video， 就比较娃娃脸。是现在金马也是啊，金马马斯尼，我感觉您都没有变。我有一点呢，变成熟一点。有，其实有。威廉也是，我刚刚在那个化妆间跟他说啊。man 哦，对，以前 man 很多了，长大，以前也是有点 baby face。我们大家都长很大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年下来有，都有点变。是。安娜，那你给我摆问题吗？没有哎。谢谢你，谢谢娜娜，对娜娜，再见。哦，最近的听众朋友都吃果子。是的。就这奇怪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休息一下，先进个广告，好不好？对，好。进广告。我建议你们收听率很高哦，很多广告不停进广告。我们要赚钱，对啊。你看，你哥哥跟伊认识，我得先跟伊自拍吧。好啊，好啊。啊，你会扮成恐龙？恐龙，不然我这么辛苦。嘿啊。哦，真的，我从来没想过，原来我平常听收音机啊，啊，听到声音很好听，原来本人是。有开演唱会的陶晶莹桃子，这回站上超犀利小咖舞台开唱，可以说是又再次圆梦。因为今年恰巧是桃子出道的第25年，在这特别的日子能当回歌手唱歌给大家听，桃子说是感恩又幸福的事。其实呢，这个我不能讲太感性的话啊，因为我怕我会哭出来。好，桃子时而唱歌，时和歌迷话家常，演唱会小而温馨，尤其桃子个人的经典歌曲一一重现，让歌迷回味无穷。
刚刚那个离开，我觉得小胖写得非常好。那本来相信也建议说要不要找小胖当嘉宾，那我是说，如果他来当嘉宾，观众会非常的失望。而桃子的世界名曲《姐姐妹妹站起来》当然是不容错过的必唱歌曲，而演唱会的高潮就是李丽人的现身。李丽人带来老婆的生日礼物就是桃子指定的吉他伴奏，夫妻俩琴瑟和鸣，幸福指数百分百。在这边要先谢谢欣蕾姐，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把这位全宇宙最美丽、最会唱歌的女歌手介绍给我。啊，其实这十几年我没有亏待她。我平常听收音机啊，对啊，听到声音很好听，原来本人是恐龙啊，还会讲话呢，才会。你带这个闷啊，你不要不用带吧，一起没关系啊。我们先这样子拍一张，好好好好，对，看到脸的好吗？好，看到，看到好助理哦。等一下，他好会夸奖，技能三，过几溜，技能三，好 ，OK， 好家伙，赶快脱下来，太湿了，要不要卫生纸？行，没事没事，多手汗更多。收视率很好啊，我们的广告差不多要结束了。你们电台应该是收听率，收听率对对对，第一名啊，是第一名啊，第一名，对，冠军，很厉害，嘿 ，Number One，Number One， 好，那今天很棒哦，我是三里一。大家好，欢迎回到二八电台，我是小哥 DJ 卡乐，我是 RIDJ 小英。今天来非常的谢谢古巨基，我是古巨基，坐下。我看到你这样子，我是古巨基，好可爱。啊，最后古巨基有啥咪？我要跟粉丝讲嘛。反正现在我想说的是，这个年代的音乐圈哦，大家做唱片呢都不容易。对对对。那所以，而且我觉得专辑会慢慢往后越来越随着科技的发达变成古董了。对。那所以，歌手们还在我们的在出专辑的努力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会多多支持每一位继续在。音乐圈工作的朋友们，讲得真的很好。今天我们来支持正版音乐，支持古巨基的新专辑《烂》哦。今天我们二八电台也非常感谢古巨基来啊，谢谢古巨基。那我们最后要听古巨基的新歌，就是《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再见，拜拜。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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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辛苦了。期待哥辛苦啊！对，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拿走。回去，回去，早点吃光它。好哎，很好吃。嗯，还行，还行，还行，还 OK。多谢。在乎我的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儿时做的梦。